新年快乐！各位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大新。之前祝了很多次大家新年快乐啊，那今天正儿八经属于是除夕夜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那之前也答应过大家是吧？晚上八点准时锁定大新的视频啊，有一个最惊艳大家的烟花盛宴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来揭晓一下到底是什么东西啊。首先我先说一下啊，这个东西你们大家应该都知道啊，叫做水母烟花。这一版的话呢，好像是30块，总共是10个。然后去年呢，我也跟鱼子放过啊，就是鱼子是买的10个，然后统一点，效果呢是非常之惊艳。然后今年大年视频呢，我是这样想的啊，就是这里有一个这样的升级版，这是我去年的时候呢和你们新嫂两个人放，它是一箱里面呢有6版是连在一起的啊，就相当于是你只要一根点火线就可以点燃6根水母烟花，就是一箱抵这个抵6根。对，然后这一次的话呢是怎么样子啊？我哎呀，我们总共买了10盒60板，然后1板是10个，我们总共就是600个水母。所以说这600个水母啊，在这个大年之夜，我们全部点燃，放上太不统一点燃，放上夜空的时候，到底是什么样的体验啊？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。那在此之前呢，我们先试一个这个小的，给大家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哈。它大致就是这种的，总共是10个嘛，就是10个。对。然后它到时候会旋转啊，反正看过视频的大家可能都知道，我们去年放过。直接在那点火，这里出点吧，我走了啊，开始。哇，我去！哇，我去！来，兄弟们啊，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啊？这一版的效果，我个人觉得已经是非常惊艳了。当时可能会比较歪啊，因为是我们不在那个平地上放。对。所以说啊，这一盒是6版，兄弟们。如果这6版点起来，我觉得已经就挺不错。对，我去年放过，但是你想想，我们整个10箱全部点掉600个啊。对。兄弟们，话不多说，新年愿望，各位可以先打满公屏，记得帮大新点个赞。这次确实花血本啊，这一盒是180块钱，我们买了10盒，1800，兄弟们。对。就为博大家一个点赞。也祝大家兔年顶呱呱，新年大吉！来，我们先看看这一盒里面是什么样子啊？这个叫做群星水母啊，就是跟那个是差不多的。对。但是它唯一一个好处就是，它这里每个都有这个连着的。对，就相当于是我们一根引线可以点燃6板，叫群星水母啊。对。来，大致就是这种样子的啊，你看，就是一板接着一板，然后中间有这种线连着。点火口在这里，然后中间的话一直都有线串连着它。对，点火在中间啊。统一有一个点火口。总共这是6板，这就是一盒180块，兄弟们。等一下，我们就是沿着这个地面铺满，对吧？然后沿路点过去是吧？对。好，兄弟们啊，我们基本上所有的准备工作呢已经全部做完了啊，光摆这些10板我们就已经花了有快1小时40多分钟，你知道吧？从这里扫过去，兄弟们全部都是水母啊，1板是10个，这里就是6板，那边有10个6板。虽然花的时间长了，但是也没关系啊，因为毕竟这些水母呢就是为了我们所有人迎接新年。不过呢，还是要说一句啊，我们做了这么多的准备工作，也只是为了点燃那1秒的瞬间，所以说希望各位啊在之前能够帮忙点赞支持一波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话不多说，来吧，直接开始。紧张不？我肯定紧张啊，我就怕到时候点不着，知道吧？因为我很紧张，真的。这个东西没有 NG 啊，我的天哪！对，真没 NG。然后来，3、2、1。Doing crazy dreaming
我去，兄弟们啊，我当时点的时候是真紧张，但是点完之后我发现效果是真的惊艳啊。对，600个齐发，这个是这边都照亮了。对，刚刚这一块天是黑的，点完之后呢是亮的，旁边也有人放烟花，我估计他们看都不知道谁点的炮仗。真的这个效果真的太惊艳了。对，如果各位觉得好看觉得惊艳的啊，希望各位帮忙点赞支持一波。另外呢，我已经能感受到啊，各位飘满整个弹幕的新年愿望。我感觉我都看不到我自己了，已经相信2023年各位新年愿望一定会实现。那今年的烟花视频呢，大概就放的差不多了啊。所以想看的话呢，只能2024年明年再见。最后呢，希望各位能够帮忙点波关注啊，以后烟花视频看谁？看大新，好吧？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全点着了，我靠，直接就断掉了。我这也断掉了呀，那直接捡起来就行了。对，可以捡起来。这个快是真快。